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Man 怪物神话。今天我们又来玩《斗风与山》啦。阿顺顺，啊，又，你不是要说要帮我抽？抽什么东西？枪啊！哦，会啊。我不是已经给你账号了？你没给我，我忘了哇。好，我再闯一次。好。帮我再指定一下哦。有。我还要指定什么？就战汉水星啊。能中再说吧。你不知道我是障碍水星控吗？如果我是神，我怎么帮你抽中他好不好？啊，能中水星也算。啊，你要几抽？我不知道，我今天还没登录去看。你顺便帮我登录领奖。啊，好累哦，终于把它打完了。啊，你要去打什么？我要玩生活之塔。白痴。哎、欸，很辛苦哎、欸，我练到195等了哎、欸。啊！之前啊，我点错，我点到啊，我点错地狱了。如果、啊、算了如果账号没被盗的话，我应该现在250。就是因为账号被盗了关系啊，所以我现在才191的。账号被盗不是我要帮你处理。那没办法处理啊，那个是神魔之，那个是那个 FB 的，所以就想要算重办一个新的账号，然后放弃那只神魔账号。这安德可以拆解码器。这怎么了？好吸血啊！再加上我还没。我少带东西。这个冷冻风铃山那个声音都好大声，还有耳朵都好痛。Sorry。可是我音感跳很高哎。你就是那个。啊！我被撞掉，我没有爆发。哇！吃力啊！等一下吧，等我。等你什么？等我这个立马解决。你要放截止啊？我这一集拍完了。我先抽啊！你先抽一抽，看能不能中到金勋啊？看你能不能跟阿姐一样。我中到金勋，我会把喷喷血掉。你没有那个胆子可以做。欸我问你哦，你的密码是你的身份证对不对？啊？你的密码是你的身份证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为什么变成身份证？我最好住在台北啊！你怎么那么像你的身份证？哎，帅哥，哎，这个我记得是谁？妈的，有一只偷狗！哇塞，你的宾果牌不错。还好吧，好啊，其实我看了一下还蛮烂的。实话就实说嘛，还在那里。没有，我是说，因为我刚刚两把还蛮就是还蛮需要的。哪两把？就是你中下面两把放在一起。哦。跟那个 D11。那我不是已经中了一把了？12个，你要12个全部给我抽。你要抽，你要拿去抽啊！这是12个。我是说你，如果你真的缺的话，全部给你都没差。真的假的？白死！哦，算了，死一死也好，因为我忘记买东西。好，我全部抽掉。嗯哼。我被骂你要负责哦！啊！我被骂你负责哦！被你自己叫全部抽掉。你抽掉，反正小婷又不在。
你这是留给小林的啊？留给小林的、哦？没有啊，我原本要给小婷啊，可是小婷又不在。哦，所以就只好给你啊，因为小婷跟我打那个赌而已啊，顶多我就是自己再去买而已。买呢？那你就给他抽就好了啊。他只是说七个内没有中一个金须奖的话，他就再多买十个给我。你看七个还能多赚呢、欸，我很狗。来一个夺魂锯就好了、啊。能的话，啊，希望如此，但是应该是不太可能吧。等一下，我先打一下换你。哇，好可怜哦！黄金 KM 双风枪。哎、欸、屁啊！我他那个奥义来得太快了。早知道买一个神仙，连胜断了。我感觉好像抽不到什么东西。你不要那样想。三秒 KO。那哈八分之永久一个。没事啊。就看你能抽到什么就算。算了。就看你的实力而已。哇，完全抽不到啊！哇，操！哎、欸，永久了、欸，什么永久、啊？哦，卢哥，那人干嘛？他就拿小手枪啊。不过玩可以再狗一点。插刀。要是你血池的时间到了，刚才那一记仇不报，我脆气死。刚才那一个仇不报，我就不报，就叫安安了。中了三个永久的，可是都不是枪啊，两个喷漆，一把枪。屁啊！两个喷漆啊！哎，你不是说鲁格永久？对啊。哇塞，你！哎谁啊？什么东西都没中，这是掉漆。
好久没跟你打赌。我跟你讲，你也没有那个胆子会跟我想打赌。敢啊，我怎么不敢？就我不想跟你赌。我也肯定赌，我就死我难看。白撞暗杀者还是卡我。为什么都抽不到狙击枪啊？好讨厌！你不是说中一把永久？我说金星的，不是那个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那个全枪战它很多用，而且对啊。这样继续啊！我把那个 AK 因为满等超好用的，可是 AK3就算不错，远距离直接被下。可是重点是你得瞄头啊，你没有瞄头，瞄都打头哎、欸。是哦，我 M 两千瞄身体，直接打一下就拜拜了。你知道超好用吗？瞄身体就可以跟他们说拜拜。要拜了。我觉得我好磕巴哦。好，开始教各位打。挑衅我嘞，真的是。啊？不是有点挑衅，好像很厉害的感觉。谁敢挑衅你？乱狮子大乱斗啊！然后继续。白痴哦，你一不小心，难怪我看不到。就有一个很强嘛，然后用裤子打要来抓我，只要没抓我就被砍死了。啊屁啊，动作那么快，刚开始给你们爽死啊！哎、欸、你。哎、欸，有个笨的、欸，我觉得特斯好可怜啊！什么东西？我觉得特斯好可怜啊！啊，在阿比不能用木盾，我还想要。哎、欸，我快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是因为我在爆炸。哦，才刚，我先补血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恨魔人。
真的血这么多。三个吃翔吧。有点不想撑很久。糟糕，我又糟糕，不想久撑欸。好，先自杀。好险！再来我就不能，幸好换那个，不然我就要受伤。哎，你还跑？哦，差点狙掉。说好的运卡。哎，是 BOSS 级武器，攻击是不会加成，是不是？我其实我蛮真的蛮讨厌坠子。哎，阿顺，干嘛？有没有抽到枪了？抽完了没中。你竟然连一把金勋都没中？没中。我是有精力帮你抽金勋的，结果半把都。我没有要打穿这一种。啊！我刚才把虫药用掉。又来了。
欸，我在发什么呆啊？糟糕，我好魔水喝下去了。怎么又吃掉了？这不能给我雷雨外。一发，而且还要拼很久。也不能补，刚开场不用我多说，清怪他居然卡我，很好。黄泉王要跟我拼，我奉陪。哎，你还跑过来吃伤害，你真的是。你给我。有种不要跑啊。不会让你那么简单就补血。哎，没熬到。哎，只要三十几秒够吗？哎屁啦！哎！
这下子发啊！阿顺，干嘛？我好想飙一大堆的脏话。怎么办？飙啊！可是又不能飙。好多屁孩啊！对啊，也是啊，好多屁孩。你知道吗？超想飙一些一大堆 Lily Coco 的脏话，不管什么都可以飙。晚点要来直播一下全民，拍一下全民。阿顺，阿顺顺，你有没有要去？不用啊，对啊，算了，我去打怪物吧。要是做两天，我直接带四万，我真的好懒啊。暴怒是用在有那种年轻的。阿顺，你是开我的账号去玩了？对啊。哦。哎，你是开我的账号去玩的话，哎，阿顺，你真的是开我的账号吗？对啊。哦，有遇到屁孩啊。然后你是玩什么模式？打乱斗啊！哦，你为什么要去打大乱斗？因为好玩。这么刚好就来一个，完蛋掉了！是吧，春雨，干脆再揪一个春雨好了。五级哦，五级我没有。五级没打过。阿顺，啊？